哎，大家好，这是新的一次为大家带来《Monster Hunter Generations》的游戏开荒视频。咱们上一期呢是打了一打村的不是集会的二星任务，现在呢还是在这个乡村的房间，好像是没有人拿音爆，没有拿音爆的话我来吧。现在呢是做的这是一个捕获驯龙的任务，之前好像做了一只猫头鹰的，结果不小心给杀死了。这回希望不要历史不要重演。这两个人是走了去了五区，是这个任务它的怪的起始地点不太一样吗？还是说他们觉得那么走更好一些？好像不清楚。算是不是特别的不走运吧，这回就不太走运了，正好是砍的时候他往后仰脖子。哎，我是被队友打倒了，这我就不接任了，因为是有可能比较危险。哎。要飞，我说刚才中招就是队友，是我来队友把我挑飞了吧，要不然是应该是不会中招的。又飞了，我想直接扔个音爆提击速啊，因为驯龙怒后伤害吸收是会高一些的。打打尾巴吧，尾吸收还可以，没有头那么好。快没刃了，直接开一个。想放音爆啊，看看来得及来得及吧。来不及了。又快没有阵了，哎，我要飞，哇，好疼，好像没有那么疼啊，倒地，直接不加血了，去打两刀。怒了吗？应该是怒了。我希望能加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技能也好，还是什么也好，总之就是触发50道回避后能边跑边喝药，感觉上会比较有意思。
上路来不及了。又在埋陷阱是吧？哦，对啊，这是一个捕获任务。这是一个捕获任务，天哪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哎，这怎么埋的是落雪？完全忘记了，可以看这边写的是捕获一只迅猛。还有是目前我是觉得就是 cross 中这边的就是这个叫什么信息的 shortcut， 总之是比以往是要做的，好像是一个是数量好像是多一些，另外呢是它的实用性会更强一些。感觉还是不错的。原来有这个去捕获怪物的这么一个选项吗？不太清楚有没有啊。还好是想起来有队友是，还有队友是他埋陷阱啊！我刚才真的是完全忘了，我估计我们的充能斧队友可能也是完全忘了，他打得比我还欢。刚才是他发的任务吗？好像是他破吧，这样应该是轮到我了。这个动画是可以跳起来，可以跳起来。看一下，喵喵的是狩猎，还是有红灰石可以接着挖的。哇，这个在这么外围的一个地区，不好，劲儿太小了，这劲儿好像太大了吧？这个应该是合适的。这下面那只猫感觉好对不住它，直接给它打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。好像是没有更多委托啊，是一个二十只野猪王，这要给打到什么时候去？这在深秋吗？深秋二十只野猪啊，我的 style 可能不太对，因为估计是完全是靠怪攻击，可能是开不了刃啊。就算他的攻击，比如说撞过来，我五十道回避触发了，也可能是就直接是还没有开刃那下攻击还没打出来，可能直接把怪给打死了。随便拿点东西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我决定走83这么走。我印象中之前好像最早的一期，我好像是在做想要野猪的皮还是什么东西啊，就普通小猪的皮，好像是在八区获得吧。我印象没有记错的话，这期应该默认会有一只猪，但是在这儿，我是怕这个任务想两个就死了。哎，好，还有一只啊。这任务尤其要杀20只，所以说它应该是会。这个蓝素龙想帮我开刃是吧？走10区吧。尤其20只啊，可能是每个区的猪可能会刷的多一些。像这两个队友不要走的太重复，会浪费一些
啊，我就 DPS 嘛。其实也不太，哎，我们居然是相遇了。这有副任务吗？没有副任务，就杀猪就完了。像有一只蓝素龙王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都在一块儿，都是杀小猪任务。这边怎么是食草龙？那他是选择了换区换走，我就直接在八区、11跟12区，我猜应该是不太会有啊，7区也不太会有。这边刷出来了，好像没有刷出来。让我去，这些猪会在哪呢？都没有，一路上。六区可能有，六区我记得有香菇猪。哎，这儿就还有一只。队友对蓝素龙王非常感兴趣，还在打着。我去六区看一下吧。六区都是香菇猪，应该都是香菇猪。像打死了，没有打死啊，好奇怪，为什么骑上了？为什么没有猪呢？杀了七只才，这不会是那种要把这只蓝素龙王打死才会出猪的任务吧？这有猪啊！还有猪，哎，这区这么多猪，原来他们不只是在打蓝素龙王，是在打猪，好吧。进去先把蓝素王帮着杀了，杀完之后可能会刷出更多的那个猪来。是没有啊，可能是就是带一个内置的一个 CD， 我猜可能是要刷多长时间能刷一个，这边倒是有一些。展位是掉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，让他去从三区到十区吧，或者是哪区，我往回走。尽量大家分散，就是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集中在一个地方会造成 DPS 过多浪费。现在杀了多少只了？还差七只。我六区看一眼，要是没有野猪的话，我就直接不要偷走了。之前一区好像有一只吧，一区有一只，好久没有来一区了，看看有没有。杀了五只，应该是可能其他队友他在那个地区目前是猪比较多。有的去11、12去了，那区有猪吗？
或者说那区有怪嘛。好像是没有动啊，不太清楚在采集还是说在杀猪。还有16只，我去9区吧，好像是之前一直没有人去过9区啊。这边的8区的怪，为什么这个树中间不能走过去？这么大的空间，8区的好像一上来是有2只猪，后来就再也没有过。这边也是，还是没有猪，猪都去哪儿了？还是16只，一直没有杀。难道说是在啊？这儿有啊！还是两刀，展位掉下来也是两刀。可能是四区就是会一直刷猪吧，包括这几区可能会一直刷，但是你要就通过换区可能是刷不出来，它可能是有一个内置的一个 CD， 大概多少时间地底会钻出一只来，然后一只。生肉没有什么用。个皮，还有吗？好像是没了。拔点蘑菇吧。看一下远处的风景，现在是夜里，有月亮吗？那个是月亮，还是月亮？一些猪皮、蘑菇、乱七八糟的。应该是没了吧，就是我指的是一些委托任务啊，委托任务应该是没了，那等于是到时候去回村看一下，就是跟相应的这些 NPC 对一下话，但是把这些任务等于是给交了，应该是没了。这边呢也是他说要他要离开了，我的。这是2到900，就是 HR 是写的是2星任务，2星，没有问题啊。为什么感觉上这个房间一直没有人来呢？啊，是大家都要离开了。我估计这样我直接是就是换一下想法。之前想法是这期先打打，然后在下期的时候我去交任务，这样我直接离开啊、怎么断开链接呢？是这个样子，就直接是回村应该是自动就把链接断开了。
但这集可能是任务打的比较少，但是由于是大家都已经离开房间了，我就不去再去这里等人了。这边是解锁了一些新的对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可能是新的一些怪，它是加到了我们的人笔记中。这好像又两只新的怪，这是一个飞艇的票，没有什么用，直接对话直接可以直接跳过。剩的对话是在获得了一些特殊的狩猎的这个票。这应该是雌火龙的票，给了十张。还有对话，这是农场里边的。僵尸啊，没有什么特殊信息，这跟之前说的话一样，就可能是解锁了一个雌火龙的一个票，所以说他就是告诉我们，反正这个东西好了，农场的风景好，也是告诉我就是这边是应该是可以买了，应该是没有别的东西。这边种什么呢？火药草辣椒，种点染色果吧，大概种上五个，这个东西不用。现在主要是每次还有东西，每次只能是增值一个产品，没法就没有更多的同时增值的一个选项，也就是没有太大的效率。给一个票可以做一些猫猫的特殊的物品，像剩下这三个村的对话，我猜应该就是之前我们完成的集会相关任务的一个后续的对话了。还是很有意思的，这边本是英文跟日文混合起来。这是又解锁了猪的一个服装，解锁什么？一个猪的一个服装，还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东西，在进行做什么？可能是这是直接在我物品栏中，还是在送进储存箱了？这就没有办法了，不太清楚是什么，可能是一个造物品的，就是一个造武器的一个特殊物品吧。啊，小猪的服装，小猪服装我们最后再看吧。不对，我觉得还是先看吧，我怕直接是忘记了。先去看这服装吧。应该不是这个。这个刚才解锁的是这个。
其实解锁了一些猫猫的一个就是新的防具的一些设计图，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。这是解锁了一个新的，应该是肉类的食材吧。还是基本上应该是大部分好像是之前是肉加，好像是只要是你配上肉都是可以去升攻击力的。哇，这么多！但这么多这个组合就不太清楚它能组合出什么效果来了。看看怎么有库木又有对话，可能是泡温泉的吧。白清柱，这个泡温泉是你完成了，就每完成一个任务它再送我个温泉，还是说你每泡多少次给一个温泉啊？这是一个，但这不叫温泉，这是一个泡脚的一个东西。我好像已经吃过饭了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下期吧，下期再去看一下是，就是有没有会解锁出一些新的属性的加攻击力的猫饭了。这期就算了，因为是已经吃过了嘛。最后呢，看一下这边是交换工卡片，是获得了一些。哇，这是一个真是完成的非常好啊！直接让他们去杀了一些虫子，因为虫子还是比较难搞的。有杀精灵鹿的，我就先去杀一杀小精灵鹿吧。最近是没有看见，就是怎么获得可以买吗？增值是没有看见啊。我是目前是没有看见，我是比较缺这些鹿角，让人去帮忙去打一打。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吧。这期可能是守联动人比较少，但是对剧情什么是也是做了一些这种村中的委托任务。你再看一下，现在是好像是已经没了，把所有的一些委托都已经做完了。可能还会有一些是随着我们的就是剧情的进行，可能会。可能会解锁出一些新的委托来，不过目前呢是没有的，也就是先这个样子了。好，这期先到这儿了，你是佳能喜欢，我们下期见。